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兄弟要来我家玩，打开门一看，居然变成了女孩。盯着我看干嘛？不是，你谁啊，美女？来干嘛呢？不是女孩我来的吗？说你一个人孤单，三室一厅没人住啊，喊我一起分担房租啊。咱俩是好哥们儿啊，我肯定得来呀、啊。我捋一捋啊。嗯。你不会是狗剩的吧？啊。那你怎么变化这么大？没听过女大十八变啊。那你咋变也不能从一个男孩变成一个女孩啊，你是不是瞒着哥们偷偷做啥手术了？别逼我在最快的时候删你啊。啊，这挺舒服吧？嗯，这房子是不错。那狗剩，那咱俩商量商量你这个房租这事儿呗。这样，你看你这房子这么大，就我们两个人住，我有点吃亏。要不我出3000，咋样？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哎，你为什么不让我在家里啊？不是，这个就是我爸给我买的新房，那。你来了，那给点也是给嘛，那3000挺好的。不是，老板，你听我说，你给我这个钱一点都不亏。你看，这房子你住着，然后平时没事你还能带朋友一块来，我也不会说啥，不挺好的？那我出那么多钱，你是不是也应该？我懂，以后你住主卧，啥东西优先都是你用，都是你的。这还差不多。啊？不是啥意思啊？嗯。哈哈。好的，老板，我懂。这服务肯定是，老板，我还是想问你那玩意儿是不是？啊，好了，就那这差不多了，大晚上的，你要不赶紧收拾收拾，咱就睡吧。你就睡那屋，我那屋有被子啥的，你直接住就行了。我睡隔壁啊，行吗？对，就没对我，先睡吧。不是，你干嘛？你那屋有点黑，我有点害怕。要不今晚我俩睡一个窝？